好，各位自持三餐的好朋友，我是柯文哲啊。那夜深人在啊，大家骑了一天的辛苦了，就长话短说。这个黄珊珊用我送他的脚踏车哦，骑了这一整天里了，那相当辛苦了哦。我想这个举动也让我想起我这一辈子干过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一日双塔。其实一日双塔是靠意志力撑过去。那其实说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力，你知道哦，所以李三级没有办法改建，中药桥引道没有办法拆掉，2万户的公宅也没有办法盖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没有办法做，你知道哦。那现在大家骑着台北一圈，你知道，我相信在过程当中看到很多台北的建设，所以如果说什么台北停滞了，台北没有进步，我想在这个实际绕过一圈，你知道，都可以证明这一切，你知道哦，我们是真的有在做事。那我相信在过程当中，很多朋友自动自发的加入，你知道哈、哦，来感谢黄珊珊过去对他们的帮忙。那我想今天你知道哦，这个骑乘一天你知道哦，应该有100公里了哦。所以珊珊也证明了说，他跟我一样能够强大的意志力，你知道。掌声给我们的啊！幕僚说要叫我送他的礼物。好，我们先来请那个。请我们的花，送我们的花给我们的珊珊，掌声！恭喜我们今天辛苦的珊珊，坚强的珊珊，完成我们的今天的任务。那其实呢，今天市长还有准备一个精彩的小小的惊喜。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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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象征传承意义的公式花。有这个别具意义的公事包，相信对珊珊来讲一定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纪念。这个2014年哦，我还记得2月17号下午，我宣布参选台北市长的记者会，就在蒋渭水纪念公园，就站在这个蒋渭水的那个雕像旁边哦。那蒋渭水那个雕像就是一手拿皮包，哦，然后另外一手是夹着他的一些工坐牢的。做来要用东西，你知道吗？其实这样的哦，这个蒋渭水当然是，我常常想说，我是在完成蒋渭水哦，100年前没有完成的命运，你知道吗？要改变台湾的政，台湾改变了台湾的政治文化。其实我们的社会文化呢没有改变，这个社会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那我今天把这个公事包也交给黄珊珊，我非常希望。12月20号，我卸任那一天，我是把棒子交给黄珊珊，谢谢大家。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珊珊怎么样拿到这个公事包，还有花束的心情，好吗？你先问他累不累啦？真的吗？珊珊你累吗？不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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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越骑越兴奋，我要谢谢邓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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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谢谢今天从早上陪我骑到晚的朋友们，还有中间加入过的朋友，还有今天在每个地方帮我们加油打气的朋友，先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其实。我到市府2年10个月，第一要非常谢谢市长，他在3年前就告诉找我去当副市长的时候，其实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做好副市长，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来担任市长的重任。这2年10个月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每一天然后给我很多的教导，然后每一件事情告诉我怎么在台北市我们的信念是什么，所以这2年多这个传承比重这个公事报更多更重。那我也因为这样3年前就开始学习怎么当一个好的市长，所以这3年给我的训练让我有勇气，也认为自己有资格能够来担任台北市长的重任，也谢谢柯文哲市长的只有他看到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潜能，那谢谢市长。那他好像没有送过我东西，除了上次的脚踏车之外，今天这个公事包非常的沉重，
这是一个很重的责任，这也是我在这几天走在路上，很多的民众走过来跟我说的话，你一定要当选，因为你让我们相信平凡的人靠着自己的努力也可以成功，这个城市才是有希望的，对不对？对。所以我很努力，我想市长也给我这个机会，我才有这个力量站在这里。那从意志力来讲，我应该不输给柯文哲啦。因为在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市长的意志力是非常强的，但是黄珊珊一样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做到好，让市长到今天为止他好像还没有骂过我。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对市长来说他非常的要求科批，对学生来说哪一个学生应该都很紧张，那我很谢谢市长这三年对我的教导。第二个就是我会把刚刚讲的这个政治文化传承下去，公开透明、全民参与、开放政府、财政纪律，这四样事情是黄珊珊一定会坚持下去的，好不好？好。打造台湾的政治文化，我们需要柯文哲；打造台北市，我们需要黄珊珊。我们希望我们成为台湾最重要的干净的力量，我们希望我们成为永远对于台北市民来说，对于台湾人来说，让大家相信不贪污不浪费一样可以把事情做好的，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会努力，在20天我们就要决定下一任市长是谁。我还是要强调，台北市民，你们不是蓝的，你们也不是绿的，你们是自由的，你们做自己的主人，选出自己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对台北市最好的品德教育，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拜托了，谢谢你们。谢谢黄珊珊，动算黄珊珊，动算黄珊珊，动算珊珊珊珊珊珊，动算动算动算。好，今天呢，我们的黄珊珊用她的耐心，用她的毅力，完成了我们今天一日的一个庆生的活动。我们期许我们的黄珊珊一定要骑回台北市政府，好不好？好。那也今天谢谢我们所有接棒的一个小鸡们，也谢谢我们今天冒雨呢陪着我们骑的所有的志工朋友，也谢谢我们今天一路协助我们的警方，因为有你们，我们今天才能够圆满的成功，也象征呢我们可以推倒蓝绿的高墙。我们来帮黄珊珊加油，黄珊珊，黄珊珊，好，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今天的活动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也感谢一路相陪12区的里长，还有我们。好，那我们现在请市长呢，靠近呢，我们要当我们美女朋友捕捉我们的画面。谢谢大家。好，也先我们口罩拿。还有最重要的是，比个八，比个八。好，我们先比个八。好，我们先看向中间，看向中间。好，先看向前面中间。好，我们看向后方，举个手，看向后方，看向我们的摄影大哥。好，我们看一下左边，左边，看一下左边，谢谢你们。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右边，看一下右边。好，一起呢再看一下我们的中间，也谢谢今天一路从我们的早上一直到我们的今天还在前面观看视讯直播的你们，观看直播的你们，我们跟他挥挥手，谢谢你们。谢谢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我们的伟大，我们到最后伟大市民向前骑活动胜利成功。伟大市民，伟大市民，伟大市民。